9月18日，苏打绿游乐园官微发布了一则消息，表示吴青峰将不给予这首歌交给了张碧晨，张碧晨将会发布全新单曲。一夜之间，吴青峰还有苏打绿的粉丝都炸开了锅，因为不给予这首歌是苏打绿以前在演唱会中唱过的曲目，粉丝们一直期待能够出正式版一把耳福，没想到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把歌卖给别人的消息，粉丝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表示讲真有点难受，除了心碎只有心碎，如果是我知道的那首无论给谁唱我都接受不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